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是互力維民。嚟緊蜂巢電視的綜藝台將會由原本的逢星期六播出，改為逢星期日播出。此舉是為了配合大家的公眾假期，亦即是俗稱的紅日。為了方便各位觀眾更加容易睇到本台的節目，本台會盡我哋所能將原本不定時進行的動漫台信號測試。盡可能安排在逢星期六進行，而除了逢星期六之外，我們也有機會不定時地抽出其他的時間去到進行同樣的測試，希望各位觀眾可以適應和接納本台在廣播時間上所作的改變安排。多謝各位。